手上咧呢一杯咧就系美肌果汁啦，里面咧就有番茄啦，咁所以咧就好丰富嘅茄红素嘅。咁啊番茄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好重嘅铁质啦，咁咧都对皮肤好好嘅。咁我试下先。咁我感觉咧都系酸酸甜甜咁啦，咁啊几易入口嘅。解渴，因为有柠檬汁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切开西瓜啦，因为呢我们只需要半个西瓜的汁。然后呢我们就用匙羹呢将西瓜的肉呢刮出来。就将番茄啦洗干净和切好，而柠檬呢就切成一片片。所有东西都预备好了，就可以放入搅拌机里面的了。其实加菜各方面的多与少呢是很视乎个人的口味的。如果大家喜欢吃绿色的蔬菜呢，那就记住呢就落多些蔬菜啦。用剩咗嘅材料咧，當然唔好嘥啦。我哋咧，大家可以用呢個西瓜皮咧，愛嚟敷面，同埋咧檸檬皮可以敷對眼啦。